快速新增网址列。我们之前教新增网址列的时候是新增活动，选择网址资源，好，这样来增加网址资源。那可不可以有更快的方式呢？我们的系统也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增加网址列。它的做法，第一个，请你启动编辑模式哦。好，因为我已经启动了，所以现在是关闭编辑模式。好，启动编辑模式之后，你只要把什么，比方说我这一个影片，好，这个影片它这边不是有网址吗？我们不用复制网址，直接从这里，好，就是网址文字的前面这里，你把它从这个视窗拖移到这里，放开来，然后它就会告诉你什么，你要怎么增加这个连接。好，你只要输入你需要的东西，然后直接按什么上传。好，这样就帮你做完了网址列的增加。那点进去就会到我们刚才的网址列，好，直接会到我们的网址列，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增加你所需要的网址列。你只要从这一个视窗哪里网址的最前面有一个图形，好，这个图形这里把它这样拖过来，好，你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在这里增加网站连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滑鼠放开，好，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增加，好，就可以快速增加我们的网址资源。